观众们大家好，我是弗拉蒂葛树妈，我是雷雷起的安。你干嘛看我？有东西吗？我有安内的吗？没有。您在收看三八新闻。观众们，我们最新的新闻是从 Dunia Skinker。Dunia Skinker 现在食堂提的排排沙酱。最近在提图有蒙出一个所说，它叫做 Daughter de Teddy。它蒙古啊，原来很多印尼罗卡的 Skinker 是 overcolored。是什么牌子？是我用的吗？不，应该不是吧？沙帕。听我报告先。好，拦住。这个托特铁铁体很 mystery 物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咋地地理，我们只知道它用面具来涂涂它的瓦渣，它用自己的钱去查这个罗卡斯金克的隐基迪恩。对呀、我也有看，它在提土崩卡斯金克的哈西呢，大多数都是 overclay 的，有的雷提诺数量太低，有的你要先拿米爬坎滴答的滴滴洗。哇，这个很巴海呀、也很死烂，全部的马夏拉卡被提铺了，难怪你的脸看起来很苦伤，很不得，很国松，你是不是用的 overclay 的 skin care 吧？沙巴，观众们，救命！沙巴新闻到此为止，三八除八。